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 a 等于二分之一啦，那这个等多少？那当然你可以把它直接带进去算。那我们有一个比较快的方法，就是说你给它合并起来，合并起来就是 a 加 a 的负一，就是 a 分之一，它的平方啦。你把它展开来就等于它。好啊，这是二嘛，啊这是二分之一嘛，所以是二，所以是二又二分之一，就等于二分之五的平方了。这个等于四分之二十五，所以答案应该要选 D。